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请掀开讲义570页。这边是要解释八倍舍，这是八种定法当中的第五个嘛，那后面还有八圣处、十一切处跟90地定，有没有？所以这四个都可以把它看成一组啦。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599页的这张表，有没有？最左边的是初禅到四禅嘛，那最右边的就是9次地定。除了初禅到四禅之外，还有四空定，还有灭受想定，就灭尽定嘛。那中间这三种定法，就是应该是要从八解脱啦，然后往左，然后再往左。所以八解脱先一嘛，先看。就是它排在前面啦，啊，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啊，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那么对应到八圣处，它就变成有没有？再把它展开成四个。那八圣处的前四个跟八解脱的前两个都是不净观啦，要不净观。那么八解脱第三个净解脱，那就是净观了，不净转为净，也叫净解脱。那往左对应到八圣处，就是八圣处的后四个嘛，5、6、7、8，就是内无色想观外色的青黄赤白这四个，有没有？那就展开，本来是八解脱只有一个，八圣处就变成四个。那么再往左边看十遍处呢？那个净，这个净观就变成八个，地水火风四个遍处，跟青黄赤白四个遍处。本来是四个又。八圣处的四个又变成十遍处的八个，这样子。那八解脱的后五个，其实就是四空定啦，对应过来就是四空定，那个四无色定跟最后一个灭受想定，这样子。那八圣处的话就没有到四无色界。那十遍处就是有到四无色界的前两个，空遍处跟四遍处，对应的就是空无遍处定跟四无遍处定，这样子，大致上是这样。所以论里面有提到八解脱是初行，初中的初啦，初开始的初啦。就是一开始先修八解脱啦，而接着进一步呢，就八圣处，然后再修十遍处，这样子，有一个次第性的关系啦。好，我们回到570页。所以这个不管是圣处或者是背舍还是解脱，这个其实是指定啦。你不要看到解脱，你就以为真的就已经漏尽解脱了。就是定，指的是定，禅定。好，我们上一次把那个八倍舍，就八解脱的这个前面的定义也看过了嘛。倍舍，你要大概知道它的。总要知道他的意思嘛？他背舍的是什么？又叫背舍，又叫解脱。
配舍的当然就是五欲嘛，这些烦恼、执着。所以这边说，备是尽结五欲，要让五欲转为清净啊。那舍就是离嘛，你要舍离这个执着啊，对五欲的执着啊。所以备舍就是备舍这个五欲的贪着啦，或者是执着。好，那因为修定是他是要帮助我们发起无漏慧的嘛，乃至发起神通。好，他个别的解释，先讲初二备舍，前面两个备舍。那前面两个都是不净观嘛，这边先出体，挂无一出体，出体就是它的一个宗旨啊，它的主旨主要的意思啊，先给我们提出来。第一个。备舍就是不坏内，先是不坏内，那当然外色也不会坏啊，也不坏，因为外是外啊，你就观作为观的对象嘛，是不是？但是在观的当中，它因为不坏内的关系，所以它也可以同时。关内，再关外。哦，不内外灭色相，有没有？就是内跟外都可以关啊，因为都还可以就内就是自身啊，外就是自身之外的那些相，以是不净心。观内外色，不只是观内，而且观外，不只是观外，还有内，这个叫初备舍。那么第二备舍呢，就是坏内色。这时候就是不观内色了啦，不观己身，所以是灭除这个内色相嘛，内在的自身的这个色相。它不坏外色嘛，不灭外色相，以是不净心观外色，这叫第二倍色。好，那么前二种倍色都是观不净嘛，都是不净观。那么第一种是观内观外，第二种的话只有观外在的。这个不净，外生就是不是自己啦，不是自己，要观不净，何以故？就讲出它的理由嘛。A 就是对治爱烦恼跟见烦恼，B 的话有分初学跟久学。那么众生有两种行呢，一种是爱的行。就是跟爱烦恼相应的行啊，见行就是跟见烦恼相应的行。那么爱烦恼多的话，就是会着于无欲乐嘛，那就被系缚外在的那，会被外在所系缚啦。就是说，他的烦恼会跟外在比较会有连结啦，那见多呢？多着生见，因为见是自己啊，自己的部分嘛，有没有？自己才会起见啊，生见、边见、邪见这些啊，都是自己
生出来的。那当然爱也是啦，但是爱的话会牵涉到外在的部分，那么内的话主要是比较针对自己自身的部分。以是故，爱多者，观外色不净；见多者，观自身，就自己的内身不净啊。坏败故，坏败无常故。所以，一般的话，应该是对治哪一个？哪一个先要对治？内嘛，哦，应该是对治见。见烦恼，再对治爱烦恼，有没有？那个出国不是要断三结？那其中两个就跟见有关啊，有没有？身见、戒进取见，这两个见啊，然后断疑烦恼。所以，既然是要先对治见的话，那意思就是要先。你也要先观内身呐，啊，除了观内身之外，当然也可以观外身嘛。所以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就是观内，也观外的不净啊，观自身的不净，也观那个外在不是自身的那个不净那个部分。所以一定是先观内，还有外。那再进一步呢，才观外。有没有见的部分处理好了？那当然可以内的，就是说内在内身的部分处理好，那就观外，其中心力在观外嘛。好，这边有。又分久学跟初学，行者初心为细色，细心一处难。就是说，刚开始学这个定法的时候，那还没有办法这么仔细啦，这么维系的收摄我们的心啊，细心在一处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有时候可以观内。有时候可以观外啊，就是有一个弹性啊，就是它可以观，不一定限定在内，或者限定在外，而是这两个可以交替着观啊，交替着观。那么见习调柔就是九学啦，这时候已经算九学了。那么。见烦恼就已经降伏到一个程度嘛，那接着就针对爱烦恼，所以就是可以内坏色相，就是集中我们的心力来观外，啊，观外的不净。那么《大智度论》书卷六角注二有类似的一个解释了，有没有？出言内有色，就是内有色相啊；外观色，就是观外色嘛。外观就是观外色解脱啦。出习不净，有没有？观道未强，不能坏灭内色嘛。你对我们内身的执着，这个身见还没有破嘛？还不能灭坏内色，但观外相实施这个膨胀不尽，故言内有色，色想观外色解脱。所以内有色想，其实也是观内色的意思啦。也是观内色的意思，就是可以观内色啦，也可以观外色，这样。
那么又可以观内，又可以观外，但是它的重点应该是先摆在观内啦。这样了解吗？就是说，它同虽然都可以观，但是它的最开始的重点应该是自身的部分嘛。因为你到了第二辈舍的话，就是内无色啊，表示破了身见我见嘛，有没有？才能够内无色啊。所以第一步是第一辈舍，应该是它的次第。虽然可以内外观，但是它应该重点是先观内，破这个就是破这个内在的执着。这样子，对自身的执着了，再去观外啊，再去观外，啊，接着，哎，集中在观外，什么？内无色相，那个角珠二的倒数，那个倒数第二行，有没有？内无色相就是内无色想，因为相跟想是相通的嘛，有没有？外观色就是。观外色解脱，习行稍久，观道增强，故能于自身作王灭色相。你看，就有这个力量了，因为已经是到了一个程度了嘛。那这时候就观外色，始失不净，所以叫内无色相或者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这样子。不是，他，因为他现在是讲定，所以他对应的是初禅或二禅啊，他只能证到，就是说他定的部分可以到初禅、二禅啊，但是他依着定可以发无漏慧嘛，那你要发无漏慧，那就要。不止修定，还要修观慧啊，有没有？是不是？你不能只有定，没有观，那就没有办法发无漏慧啊，是不是这样？都可以，就是说你只要这七一定。就是说，你只要有七一定，有没有？那都可以发无漏慧啦。就是说，发无漏慧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七一定嘛。那至少要有味道地定啊，是不是？那就有机会啦。这个有七一定的话，就有机会发无漏慧。那就看你那个只观那个观的功夫到哪里呀、啊？是不是？那就不只是定的要求，还有观的，不只是定，还有慧的要求。好，571页，解释这个疑问。问曰：若无内色相，谁当观外？有没有？你说诸辈舍还有内有色想，那到了第二辈舍都没有内色想了，那怎么去观外呢？论主回答：是为得解道，非实道。就是说，他只是圣解观那圣解观的话，意思就是说，他还不是真实观，还没有办法发无漏慧啦，只能到一个定的程度啦，一个定的阶段，行者念未来死即火烧，从蛋或者埋在土里面，悉皆磨灭嘛。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色身，那将来也是会死的啊，然后死了之后就火一把火烧了，或者是。你要天葬，还是说怎么样啊？
就不烧，那就让它自然的腐化，有没有？或者是埋在土里面，反正终归磨灭了。若现在观，意分别是身乃至微尘皆无嘛。就是你观未来，总是会死的，会终归于没有这个色身呐、啊。但是现在虽然有，但是它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个相嘛，所以他说，乃至微尘皆无，这个应该还是要透过观啦、啊。就是透过假想观呐、透过假想观现在的这个色身，这终归磨灭了，就像微尘一样，这样子也是要一尘归尘，土归土嘛，四大分离嘛，我们是四大所组合的，四大加上空四六大好了。到时候，一口气不来，是不是整个都是要解散？那六个元素都要解散啊！那解散之后就是无啦，所以这个叫内无色想，外观色，就是观想啊。所谓观想的意思，就是说跟现在的事实不符合啦。它就是一种，只是一种观想，跟事实不符合，所以可以看底下脚注三有没有？导师的空知探究就有提到，圣解作义就是假想观嘛，譬如说不净观有没有？或者八圣处、八解脱、十遍处都是属于这个圣解作义，乃至四无量定。但是他还有提到一个持习念呐、包括属习观都是圣解作义哦。为什么属习观是圣解作义？为什么属习观好像不太好解哦？他也没有去观想什么啊，他只是观察他的呼吸啊。那就正常的呼吸啊，或者是一入一起，一入一出，一吸一呼，有没有？或者一呼一吸，它就算一，这样子一数到十，十数到一，等等，它只是在那边数息，但是它是把它归类在圣解作义啦，这个就可以再想一下可以打一个问号了，为什么是把它归类在圣解作义？那么瑜伽师地论解释这个圣解作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修禁律、修禅定，随其所欲，于诸事相，有没有？你把那个事相的事把它圈起来，真意作义，你把那个真意圈起来。他底下会解释啊。那么，相对于圣解作义，是不是有个真实作义？就真实观嘛，就是要观自相、共相，还有真如，这样子。就是针对自相、共相，还有真如相，如理思维，这样子来作义啦。就是你要观那个法的自相，或者观法的共相。或者观法的真如相啊，这样子。那真如相当然就是一切法的空即性嘛，有没有？一切法空啊，缘起性空嘛。
以此可以知道自相作意、空相作意、真如作意，是一切法真实事理的作意。就是说它是跟真理相应啦、真理相应。那真理当中，那当然也不离开事跟理嘛。那事的话，你要符合缘起法；那理的话，你要符合这个缘起的空寂性啊。所以他就讲到，导师就讲，圣解作意就是假想观啦、于事，你再把那个事圈起来，是有所争议的，有没有？再把争议圈起来，如不净观，那就观想清淤啦，容乱就是观想那个死尸嘛。当然也可以就那个尸体来观啦、观自身，还有到处的那个尸体清淤容乱。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啦，再把那个事实的事圈起来。现在这是针对事哦，是夸张的想象。所以这个争议的意思就是夸大了啦，它是夸张了啦，不，本来现实不是这样，那你把人家想成那样。因为他要进入一个定的禅定的境界，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啊，用比较夸张的想象，那才能够入这个定的境界嘛。所以说是真意，这样了解了吧？真意的不是那种定真上学那种真上真意。是针对事项上的事实的那种争议啦，没有的，你把它变成有，没有这回事，你把它当作有这回事啦，这样了解吗？佛法中的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等等，就是因为它都牵涉到观想嘛，就假想观嘛，所以就属于圣解作意这样子。好，我们再看有没有？他说：“若现在观也是分别，其实那个分别就是观想啊，他就是观自身，或者是那个尸体等等，或者围城，因为。”微尘就是物质的最小嘛，最小的那个一个单位嘛，啊，极微啦，乃至微尘，那都没有，所以叫内无色相，观外色解脱。好，接着。无内有外色的理由是什么？问曰：前二圣处见内外色嘛，后六圣处但见外色，有没有？那因为那就要看八圣处这边，前两个圣处是内有色相，有没有？你看599页那个八圣处，只有前两个圣处是有色相嘛？接着第三个圣处到最后一个，不是六个吗？都是内无色相。哦，观外色少或观外色多，或者观外色的青黄赤白吗？有没有？都只是观外色嘛？见外色就观外色的意思。所以第一被舍，现在讲完了圣处就讲被舍。被舍当中的第一被舍是有见内也有见外，那么第二被舍它只有见外啊。他现在问题就是说，何以故只有内有坏色相，外色不能坏呢？
为什么内的色相可以坏，外的色相不能坏？那论主就回答：行者眼见是身有死相，取是未来死相以况今生啊。其实一样是假想观，因为现在还没有坏嘛，有没有？那只是先观坏，就是先坏了这个，先破了对这个自身色相的一种执着啦。那透过观想先把外这个内在的色相观没有了，这样子，就是说将来会死嘛，是不是？所以他就是，既然将来会死，那现在我就观想将来的事啦。但是如果是外呢？因为将来是可以，还是因为始终将来到，所以这样子的观想也是可以嘛。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成为事实啦。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事实？所以这样就可以拿来观想啊。但是外在的四大，因为你外在的四大，我们就不能去控。就不能去控制它嘛，不见灭相，难可观无。因为外在的因缘，那它要怎么样？那再说嘛。所以不说外色坏，这样子。但是这样子的理由啦，因为我们自己可以肯定将来。将来是要一定会死，这一点是肯定的啊，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拿来观将来的，现在拿来观，那对外在的四大或者外在的一切，那就不在我们掌控的范围内嘛，那就先怎么讲？就是说，直接针对外在，去观外在现在的状况啊，或者观外在它的一个那种不净的一个情况啊，或者净的情况、清净的情况，这样子，其实也一样是透过观想啊，透过假想观呢、啊。复至离色界时，事实亦不见外色。那你离开色界到达无色界的时候，当然色法就没有了嘛。那当然连外色也就没有了。所以他，我们看599页，他中间这个八圣处后面那四个有没有？中间八圣处不是五六七八，内无色想光观青黄赤白，他就没有加上观外色的青黄赤白啊。但实际上还是，因为他还是在色界当中，其实可以把这个外色加进去啦。这样了解吗？就是说在观青黄等。那个青的前面就是加上观外色的，外色是青，外色是黄，外色是赤就红嘛，或者外色是白，这样子来观啦、啊、这样了解吗？啊，但是进入了那个无色界，那就没有所谓的色法啦、啊、有没有？你到十片处的后面两个就进入是无色，那个无色界是空定嘛，那个无色界。那八谢多的四五六七有没有？这四个也是一样啊，也是会进入到无色界。那就到只要进入无色界就没有色法，
就不见外色，就是这个意思啦。只要是在出禅到四禅这个色界，就有色法，可以观色法啦。这样子。那么在观色法，那它到底是观哪一界的色法？那这个应该在后面那个诸门分别会提到啊，应该是观欲界嘛，是不是？就是说，透过观欲界的这个内色或者外色，然后进入初禅或者二禅或者四禅这样子，这样了解吧？因为你如果是色界的话，你如果已经是出禅到四禅的时候，你已经是身处在色界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不净或者相对的净可以观了嘛？那就是色界，色界就那就是相对于欲界来讲，那是更加的微妙清净嘛，有没有？好，接着讲完前二倍舍，就讲第三倍舍。好，那第三倍舍叫什么？净倍舍身作证，有没有？那像599页的表，那个叫净解脱，或者加一个身作证也可以啦。净解脱身作证，不净观当中的净观啊。那后面这个八种定法的第六个八圣处里面会讲到啦，就是八圣处的后面那四个嘛，就是净观嘛，清净观。好，那么十遍处的前八个遍处，那就是八种定法的第七个，那就是观清净嘛，清净的色，有没有？就针对地水火风青黄赤白这样子来观它的一个清净的相。你看这个地是不是可以配那个青色的青？水呢？水大可以配那个黄吗？火大配赤，风大配白，类似这样子啦。或者另外，因为青黄赤白是显色嘛，那么地水火风，那这个是形色，是不是有形状的？不过这个风好像也不知道它的形状是怎么样。好，这个观这个地水火风，不是观那个极微哦，不是四大种的那个地大种。因为那个大种或者是极微的那个元素的话是看不到的啦，就是肉眼看不到啦，这样了解吗？那如果要观的话，是要看得到的啦。这个地，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地，水看得到的水，火看得到的火。那风呢，是可以感觉到的那个风啊，可以感觉得到。风是用感觉的嘛，有没有？那个风这样子吹来，我们身上就身体的皮肤就会有所感觉啊。那这个青黄赤白是显现在外面的这个颜色嘛，所以观青色如青莲花，或者如金山。或者如幽摩迦花，或者如真青婆罗那衣，就是说
它举的花啦，或山啦，或者是衣啦，都是它的颜色都是跟就是青色的啦，就是比较属于青色的这一类啦。那么观黄色、赤色、白色也是一样啊，你就选那个黄色的东西呀、啊，你可以这样子来观嘛，啊，赤色的东西。就是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才能够观呐、啊。对，这个就是要找一个比较清净的，就是没有，就相对要清净啊。其实这个秽土怎么会有我？纯粹清净的呢，它只是相对清净呐、啊，这样了解吗？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所以总的就是第三辈色，整个就叫净辈色。就是透过清净观来达到这个禅定呐、啊，达到辈色或者解脱的这样子的禅定。或者透过清净观达到片处或者胜处的这样子一个禅定呢、啊？好，572页。问曰：若总是净辈色，不应说一切处。哎，你说，整个把它归类在净辈色里面，那你就不能说这个片一切处啊？哎，他这个论主就再进一步去分辨这三种法、三种定法的一个区别啦。A 初行、中行、久行有区别啊。贝舍就是八贝舍或者八解脱嘛，是初行者。那么八胜处，那就是再更进一步了，中行。那么十一切处就九行啦、先这样子，那他底下应该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次第转胜的差别。啊，观无 A 不净观有二种，不净或者净。净的话就是。观地水火风啊，青黄赤白这样子的一个清净相啊。那么不净观就是这两种嘛，不净跟净。不净观当中，前二辈舍，还有前四胜处，都是属于不净观嘛，有没有？你看那个表对一下就知道了。净观当中，就是。地，就是贝舍当中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啊。所以这个一，你就画一个箭头，旁边写一个第三贝舍，第三啦、啊，了解吗？然后后四胜处，你就要加上一个后啊。前面不净观中那个四胜处，你要加一个前呐、啊。那个二贝舍前面也要加一个前呐、啊。是不是这样就很清楚啦？净观当中，片处的话就是前八片处，前八一切处嘛。这个对599页的这个表就应该很清楚了。好，接着因论生论，说不净入净，非颠倒。问曰：行者以不净为净，名为颠倒。你把不清净当作净，当然是一种颠倒啊！明明就不清净，你还把它当作净，那不是颠倒吗？但是净被舍观云何不颠倒？就是说，你观不净。是可以的。那你观净，
那怎么又是关不进，又关进呢？就是，应该是不进啊，是不是？不是有凡夫的四种颠倒，常乐我净，有没有？你把无常的让人常，不净的当成净，那就是一种颠倒。那你现在怎么又去观这个净呢？那不是就是回到那个颠倒的情况吗？为什么这时候就不颠倒？论主回答：女色不净，妄见为净，是名颠倒。这没问题吗？就除了女色，就涵盖一切的这个色了。色不净，也包括男色嘛 男女色啦，其实男女色都不清净，你把它当作净，那就是颠倒，这个没问题嘛。因为你就把我们一般凡夫就把男女色会执着，就是会执着，你就把它不净以为净了。你如果观到不净，你那个执着心就会降得很多，几乎不会太执，不会再执着了。好，那么净被舍呢？到了第三种，有没有？第三种被舍叫净被舍，观一切实在的清色广大，这不颠倒。其实净被舍不只是观清色了，还观白骨，白骨流光嘛。复次，为调心故净观，为什么呢？他就是因为酒席不净观，心会升起这个厌离心啊。他那个厌离心是很强很强的厌离心哦，强到他想要自杀。他自己杀自己，或者叫别人来把他自己给杀了。以是故，这时候就转为静观了。这时候就要学习静观，那这样子情况下就不算颠倒了，因为他主要是破他的执着嘛。因为你升起极大的厌离心，不是执着那个不净了吗？是不是？那就转到另外一面去执着了啦。只是由前面那个不净，你把它执着净，啊，现在观想不净，那你就执着不净，那所以把它转过来，你就观净。那同样的也不能对净产生执着了。它只是一个方便呐，它不是要让你执着用的。好。次第观法，那这个就跟白骨观有关系啦。小的 A 修净被舍，一样是在这个净观当中嘛。那当然次第就是由不净转净嘛。小的刮胡 A，复次行者先观自身不净，有没有？要自身哦，是观自身不净，随身法所有，内外不净。细心观中，事实生厌。所以，这时候升起厌离心的出离心的话，那淫秽痴就贪嗔痴三毒就会比较薄弱了，三毒烦恼就会比较薄弱。极致精悟，我为无目，我怎么这么没有智慧？我这个身体是这样子的不净，为什么要起这个执着？
色心如实观察，勿令复错。应该先观自身不净，再观他身不净嘛。这样子就是内外都要观了。好，573页，心既调柔，想生皮肉血髓不净，除却唯有白骨。就是说，不净观观到一个程度，心已经比较调柔了。那这时候进一步的观想，这个皮肉骨髓都已经不见了，只留下白骨。那这时候就是专注去观这个骨啊，骨人是不是有那个骨架子？剩下骨架子还在吗？若外持散，色之令还。就是你一心观这个古人就对了，因为这时候是静观嘛。深色心故，见白骨流光，有没有？如科如被能照内外诸物，是为净被色出门。你把那个光圈起来。为什么要圈起来？因为二禅是不是光天？扫光无量光光阴嘛，有没有？那三禅是净天嘛，所以这个四禅定跟光跟净都有关系啦。好，然后观古人散灭，那本来是一。那个架子把它组成一个人，但是到最后这个架子也会散掉嘛。但见骨光，就白骨流光了、啊，取外净洁色相。你把那个净洁的净再把它圈起来，一个光一个净，有没有？你就是观那个光，或者是观那个净的相啊。好，观净色，复次，若金刚、珍珠、金银宝物等等，这些都一般人觉得比较珍贵的嘛。若清净的地，哦，或者清净的水，或者那个火是没有烟的火，哦，或者是没有那个新柴火在烧的比较干净的火。或者是清凉的风，也没有灰尘的那个风，或者青色啦，比如说金山，或者黄色啦，占卜花，或者种种的赤色，赤莲花，种种的白色，就是说青黄赤白，你只要就是看你的因缘啊，你能够找得到这一些。你就尽量去找了、啊，可以帮助你观想的，都可以拿来做一个所缘境呢、啊。有没有？白色就观白雪嘛。那 如果是热带地方，你去哪边找雪？那你只能看那个图片还是什么？是不是？只能看图片啊，你就不能看真正的雪嘛。取是相，你要有个所缘的相，一个境嘛。细心静观，随是诸色各有清净光耀，有没有？是出现一个净一个光，这两个字一定要把它圈起来。是时行者受喜乐，遍满身中是名净被色。好，我们把这一段讲完了。缘尽故名为净被色，因为它所缘是清净的啦，但是相对要清净很多啦。遍身受乐，故名为身作证。因为这个到了这个程度，那你也会有乐受嘛？那乐受的话是跟身有关。得是心乐，被舍无欲，不复喜乐，就叫被舍嘛。
因为你有这个定的乐，那你对无欲乐当然就看不上眼的啊。那个无欲乐跟禅定乐比起来，哇，那差很多啊。你就不会欢喜这个无欲乐，所以称作闭塞无欲。好，我们这堂课先到这里，休息一下。573页这边。小写的 b，贝舍转为近处胜处，就是说八贝舍怎么转为八胜处呢？啊，接着小的 c，八胜处再进一步转为十一切处，为漏尽故，中间或结使心生，那就会执着这个近清净的色嘛，色法嘛。因为只要没有断烦恼，漏尽就是断烦恼嘛，那这个执着是难免的嘛。当然，你定力如果到一个程度是可以扶住这个烦恼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真正断烦恼，发无漏慧断烦恼的话，还是会起这个执着的心。复勤精进，断此浊故，如是静观，从心想生，有没有？也是一样，你这时候就要观，你就回过头来观这个静观是怎么来的啦？一样是观想来的嘛，是不是？由我们的心去观想而有的啊。譬如幻主观所幻物，哎，你所变化出来的，比如说有些会那个魔术师会变出一只鸽子，或者不是变出什么东西来嘛？那还不是自己变的？知从己出，心不生着，都是跟我们的心有关嘛。所以进一步就不随所缘啦。就是不要随着你那个所缘境而起执着啦。这时候，贝舍就转为胜处，这样子，因为底下就会讲到胜处，它就是它的重点就是不随所缘。有没有？我们看576页好了，576页那个上面。最后一行不是讲吗？胜处者，然后576页，行者住世不进门中，淫欲嗔恚等诸结使来，能不随？有没有？不随后面就加一个所缘嘛，就是他就不会随着所缘而起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就可以扶住了。如果还没断的话，就先扶住，这样子。好，那么八胜处要进一步转为八十一切处呢？于静观虽胜，未能广大。就是说，八胜处当中的这个静观虽然是很殊胜的，但是还不够周遍广大，就只有局部的那个部分呢。是时行者还取静相，有没有？现在都是针对静啊，清净的相来观嘛，用贝舍利，即胜处利，有没有？已经因为他修过八贝舍跟八胜处了啊，进一步才修十遍处嘛。取是清净的地相，啊，地水火风等等，渐渐遍满十方虚空，啊，水火风也是同样的情况了。或者取青黄赤白啊，先取青相，渐令广大，也是遍满十方虚空，啊，黄赤白亦如是，所以这时候胜处就转为一切处嘛。所以一切处跟八胜处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没有那么广大，一个是周遍一切，这样子。最后做一个小结，是三世，就是这三种定法，
其实是可以说同一类的啦，同一类啦，可以说把它看作同一类啊。但是它的层次哦，还是有高下嘛。我们看《十住毗婆沙论》卷85，它怎么讲？那个上面投影这边，解脱八解脱嘛，胜住八胜住。片处就十片处嘛，有何差别？有没有？下品上根就叫八解脱，那么中品的上根那修八圣处，上品的上根才修十片处啦。所以小上根就八解脱，大上根就叫八圣处，无量上根就叫十片处。你看这个《大毗婆沙论》。200卷的《大毗婆沙论》，那讲的也是很仔细嘛。所以得解脱未必得胜处片处嘛，有没有？因为它层次是最低的啊。假设得胜处，那必然是得到解脱，但是未必得到这个片处。那如果是得到片处，那一定是解脱跟胜处那都有了啊。因为它是最高的嘛，当然就涵盖底下那两种定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入胜处是八解脱从这边过来的，你要入十遍处，那就是从胜处八胜处这边过来的。这是三种定法的差别了 好。所以这个部分虽然比较好像是声闻圣的这种修法嘛，大圣也有哦。大圣，你看大圣的解脱在哪里？你看导师的摄大圣论讲义就提到这个了，提到这个部分。他说：“什么是大圣的？大圣的解脱？大圣的八解脱是什么？解脱一切障，一切中得解脱。那就不只是那八种啊，有没有？”这八解脱就只有八种，但是大圣的这个解脱就不一样，一切障或者一切法就可以得到解脱，这不共。那小圣的八圣处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八个嘛。那大圣的八圣处是什么？于一切世间随心自在，有没有？这个是在《摄大圣论》讲记导师提到的啊，那就不只是八种啊，那一切都可以得到，哦，不管一切法也好啦，啊，七世间、眷属之间等等这些都能够随心自在，都不会有所挂碍啦，这个是大圣的。胜处了，那当然大圣就不能叫做八圣处嘛，就直接叫胜处就可以了。解脱也是一样，大圣的解脱，大圣的胜处。那么片处呢？那当然也就不只是10种嘛，有没有？自周遍所知，有没有？不是有所知。那个叫什么能？所知就是一切啦，一切所知尽。所知就是所知尽，就是指一切应该要知的，或者所知的尽，一切尽啊，一切所知尽，或者一切尽，或者一切法中无不了了之见，这个叫大圣的遍处啦。对吗？那就不叫十遍处了，那直接讲大圣的遍处。
所以这个具有大圣的解脱、大圣的遍处，啊，大圣的圣处、大圣的遍处的心解脱者，就只有佛陀了。那我应该自心的归命理，这样子。这个导师在《四大圣论讲记》有提到，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好，573页下边，接着进一步要来分别第三辈舍，三辈舍啊，变三辈舍，八圣处、十一切处，是十观或者得解观。哦，是三辈舍，就是第三辈舍啦。因为前面第一、第二讲完了嘛，就是第三辈舍。那它跟八圣处、十遍处也有对应的关系嘛？那到底是真实观，还是得解观，还是假想观？如果假设是真实观，身有皮肉。何以但见白骨呢？真实观的话，现实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有皮肉这些啊，那你怎么去说只有白骨呢？又36物何为身法？何以分别散观呢？你为什么去分别去把它拆开？拆散的去观他的这个不净或净嘛，574页，四大各自有相，何以灭三大但观于地大呢？就是说，一件东西，这个物质啦，是个色法，一定是由四大所构成的嘛。你为什么只取一种？地大，或者取一种水大呢？四色非净是清，就是四种显色当中，就是说这个显色当中不是只有青色嘛，它可能青色的比例比较重啊，它可能也有其他颜色。你为什么只做青的这个观想呢？那么论主就回答说：有真实观，也有假想观，就得解观。身相实是不净，是为真实观。有没有？身相确实是不净吗？外法中有净相，种种清净的地水火风啊，青黄赤白这个色相，那是也可以说是真实清净嘛。观真实净，真实不净就是实观，就是说净你就把它观净，那不净你又观不净，那才是真实观啊。其实这是就世俗谛来讲的啦。就生一谛的话，那一切法就是缘起无自性嘛，一切法空嘛，有没有？那有所谓净不净呢？以此少许的净，广观一切皆净；取是一水，遍观一切皆是水；取是少许的清相，遍一切皆是清相。就是说，它就是借由观想的这种力量，把它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出去，一直周遍出去。如是等是为得解观，就是不是真实观的啦。本来就是明明就是一点点的。那你把它观成这全部都是，那不是就是一种假想观吗？但是明明清净的，就是清净；明明不净，就是不净，这个才叫真实观。这是相对说的啊，这是相对说的。好。因为。这边的科判就是，主要是针对第三辈舍，
还有八圣处的净观，十遍处的净观嘛，来讨论呐，来讨论它到底是真实观还是得解观。其实前面不是导师空师探究整个不是就是都是假想观的吗？啊，怎么到这边还有一个真实观出现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要把它打一个问号，这是相对的啦，相对说啦，应该是相对的近，相对的不近。那么相对的不近，你就管它观不近；相对的近，你一样是观清净了。近就是近，不近就不近。啊，这个叫真实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啦。啊，但是假设说你只有一点点的近，你不要要把它扩大。哦，不管是地水火风还是青蛙翅膀，一直扩大，那这样子就不是真实观了。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方式了。因为整个不是都是全部都不是就是假想观吗？那这边怎么会冒出一个实观呢？有没有？就是一个问题啦。好，可能论主也有他的用意啦，可能有论主的用意啦。好，现在在讨论第四到第七倍舍，四五六七那就是。进入事无设定那边的嘛，相对过去就是事无设界，事无设备舍，就是四五六七这四个备舍，如事无设定中这样子来观，所以因为事无设定，我们前面是不是也介绍过了？有没有？在四无量的后面是不是讲四无色？都讲过啦。欲得备舍，先入四无色定，就是要进入四到七这四个备舍的话，那首先就要入这个四无色，这四无色定。那么四无色定就是这四种备舍的一个下手处啦。出门就下手处嘛，备舍色缘无量虚空处，就是第四备舍嘛。第四备舍不是进入空无边处吗？那当然要备舍这个色法。问曰：无色定义耳，有何等义呢？凡夫人得是啊，论主就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无色定跟备舍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说，四禅八定里面的那个四无色定，跟八备舍、八解脱里面的那四种备舍、那四种解脱相对应，但是有什么差别呢？它是可以互相对应，但是它是不是有差别？”因为名称不一样嘛，有没有？一个叫做八倍蛇，一个叫做倍蛇，一个叫做那个空无边处定啊，等等啊，非想非想处定啊。凡夫得是四无色定，是为无色。圣人身心得无色定，一向不回。就是说，凡夫也可以修到。有没有凡夫外道都可以修四禅八定嘛？但是他修到是无色定，他就认为无色啦，他就执着有一个无色。但是圣人的话，他修到是无色定，他就不会执着啦，因为他这个他知道定还不究竟啊，重要的是无漏慧嘛，有没有？他干嘛要？
干嘛要再执着这个呢？为什么要执着呢？所以一向不回嘛，就是不会去执着了的意思了。好，575页，余禅就是空无边处讲完了嘛，那接着不就是四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有想，非无想处定，也是这个样子啦。同样的啦，他先举空无边处定，那其他的就以此类推的意思啦。这样了解吗？就是说，第四贝舍，它对应的是空无边处定。那么第五贝舍，那对应的就是四无边处定嘛？那有什么差别？他前面他就举一个来说明，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嘛。他们之间的关系异同嘛，有吗？他的异同，因为。它之所以叫被舍，就是透过定来舍掉那个五欲的执着啦。但是假设凡夫外道的话，他不是要舍五欲的执着啊，他就以为他定就以为解脱了啊，他把定当作解脱，实际上不没有解脱，还不到解脱的程度嘛。啊，但是我们佛法修定是为了解脱，是为了被舍五欲的执着嘛？这样子，好，就是说还是不一样啊。因为四无色定的话，就是通凡夫外道啦。那么八被舍的话，主要是佛法当中要来发无漏慧，或者要入禅定发神，那个要起这个神通妙用的啦。他那个目的还是不太一样，这样了解吗？他的动机不一样啊，或者是他的知见啊。因为外道凡夫，假设你没有佛法的知见的话，那你会认为入了色界定或无色界定，乃至进一步有神通就很厉害了，或者已经解脱了，实际上不一定啊，是不是？还不到解脱的那个阶段嘛。好，575页。哦，最后一个被舍叫灭受想被舍，被灭受想诸心心所法，是名灭受想被舍。就是说，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可以灭掉受心所想心所这等等的心所法了，这个叫灭受想被舍。好，问曰：无想定，何以不明被舍？无想定、无想天，只是在四禅当中，四禅天当中的一天嘛，有吗？因为无想定就是外道修无想定，生无想天，所以是一种邪见呐。不审诸法过失。直入定中，为是涅槃，有没有？他就把这个当涅槃的啊，那实际上那差得很远啊。你只是四禅定，你把它当做四果位，那不是差很多？从定起时，还生悔心，堕在邪见。从定起来之后，居然还没有入涅槃，还是有烦恼。那他就会有一些疑惑，还有悔退的心，或者后悔的心，所以就是
会起这个邪见呐、啊，是故不是被舍。就是说，他修之前也是邪见呐、啊，他修之后，哎，初定的时候，他也是会起邪见呐、啊，他都跟邪见相应的嘛，因为他没有佛法的知见呐、啊，他就以为，他就自以为是了、啊，他就把四禅的这个无想定当做四果位啊，那就不对啦。好。灭受想、幻厌、散乱心的缘故，入定修习，四涅槃法，着心生中生德。那个德的前面可以再加一个生哦，故名生正、生作正啊。就是说，为什么要修灭受想、被舍，或者灭受想定，或者灭尽定？因为在散乱心当中，就是会特别的，怎么样？会特别的感到疲厌呐、啊。所以这时候想要让心得到休息，所以就入这个定。就是说，三果以上的圣者入的定呐、啊，一般就是。叫灭受想定啊，但是这边的灭受想被舍不一样啊，它这个灭受想被舍跟圣者的灭受想定好像有些区别，这个后面会提到，他在法门分别的时候会提到。有没有？他说是涅槃嘛，就是入这个灭受想定就好像。喂，可以哦。实际上不是涅槃啦，但是如果是四果位或者是八地以上菩萨，应该就算入涅槃了。这样了解吗？一般入涅槃是指四果嘛，才是真正的入涅槃。那么大圣的话，要到八地正无生法忍嘛，或者七地，那相对应的是声闻的四果位，才算入涅槃呢、啊。那实际上不是啦，还不到涅槃的这个程度，它只是相似啦，有点相类似那种境界，它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叫身作证。这是解释什么叫身正或者身作正。好，接着讲第六种定法，八种定法当中的第六种。先举经文总标胜处的名目。八胜处者，啊，第一个胜处就是内有色相。或者色想，观外色少或者外观色少啊，若好若丑是色，甚知甚观是名出胜处。那么第二胜处呢，内有色想，观外色多，有没有？599页，它是这样子写的吗？内有色想，或者观外色少，或者观外色多；内无色想，观外色少，或者观外色多。这样念好像比较顺哦。他说外观色，外观色其实就观外，就是这边的观外色啦，观外色 一样，若好若丑是色，甚知甚观。是名第二胜处，那么第三、第四胜处也是一样，
只是内无色相，只是差在内无色相。第三跟第四都是内无色相，一个是观外色少，一个观外色多。那么五六七八遍胜处呢，当然也一样是内无色相嘛，但是观的是青黄赤白，有没有？外观就是观外色的青黄赤白，观青黄赤白等。好，那个别解释，先解释前面四种胜处。所以前面四种胜处不就是不净观？好，先讲前面两种。内有色想，啊，观外色，内身不坏，见外缘，就是观呐、啊，观外在的这个所缘境嘛，是不是？那这时候内在的色相，它还没有坏嘛？好，576页。少是什么意思呢？观外色少的这个少，就是所缘的比较少啦。缘就是所缘嘛，缘少，就是能缘的尽，能缘的心呐、啊，其缘的那个尽是比较少的。观道未增长故，观少因缘，就是这观的道力啊，观的力量还没有到一个程度，那只从少的所缘境开始嘛。因为你如果缘观缘多的话，那比较不好摄心嘛。对初学的话，那他们没办法一下子观那么多缘。那么多所缘境啊，譬如路有未调，不重远放。就是说，这些路，假设你还没有，就是，怎么讲？你还没有办法整个完全掌控、掌握的时候啦，没办法指挥他们要怎么。那你不要一下子把它撒得太开，像附近这样子，或者小范围这样子就可以了，把它放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开阔的地方，或者比较近的地方，比较好管理嘛。所以有时候就是要。要有次第啦，不要一下子太多太广，有时候难以摄心嘛。先从小范围开始，这样。好，解释若好若丑。若好若丑者，初学细心缘中，若眉间，若额上，若鼻端。内身中不净相，内身中不净相，观外诸色，有没有？观外色啊，外面种种的这个色法的变化嘛。善业报，故名为好；不善业报，故名丑。就从果报来看呢、啊，善的果报。那就算好嘛，不善的果报业报就算丑，这样子可以这样来分啊。那么第二说呢，复自行者如从师所受，观外缘种种不净，那就叫丑的色。那么行者或使意念忘故生镜像，那你镜像升起，你就直接观这个镜的色也可以嘛？这时候称作好色。这样好丑就是镜跟不镜啊，或者善或者不善，这样来区分啊。
那接着另外第三说，复次，行者自身中细心一处，观欲界中，那么色法，外在的色法就是有两种，一种是能生淫欲，第二种是能生嗔恚。能生淫欲者是清净的色嘛，称作好；能生嗔恚者是不净，称作丑。一个是会让我们升起这个淫欲心，这个贪着心的，贪着淫欲啦。那你如果会升起这个嗔恚的，通常是不净的色嘛。你对不清净的色，你会升起淫欲吗？一般是比较不会嘛。那不净色比较容易升起这个嗔恚心嘛，会讨厌嘛。所以这样子来分。好，什么是圣知圣见呢？八圣处不是有个圣吗？那这边要出现的圣，于圆中自在，圣知圣见。行者于能生淫欲，端正的这个设法当中不生淫欲，于能生嗔恚的恶色中不生嗔恚，但观设法那个四大因缘合合而有的吗？一切的物质不就是不能离开四大吗？一切的物质都是由四大这四种元素所组合起来的吗？所以就像水墨那样子不坚固，很像梦像幻像泡影一样吗？所以这个叫圣知见，若好若丑。是色圣知圣观，或者圣知圣见都可以。当这个知跟见也可以把它分开了。刚开始的一种理解叫做知，角柱五十有没有？最后观得很明白叫做见。我们不是讲说要建立正知见，那么在禅定当中，这边就叫圣知见啊，殊胜的知见啊，殊胜的知见，是不是？殊胜的知见要怎么来？你要了解缘起法才有这个殊胜的知见，才有正确的知见吗？你了解缘起法，缘起因缘生，因缘灭，缘起无自性，那你就不应该随着所缘境去起贪嗔痴吗？是不是这样？你要先在心理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啊，理解啊，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理建设嘛，要对这件事情要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认识，就叫殊胜的知见，圣知圣见。那么什么是圣处呢？八圣处不是？那又什么又是圣处呢？行者住世不进门中，淫欲嗔恚等诸结使来，能不随？你把那个不随把它圈起来，重点在不随，然后后面加一个所缘呐、啊，不随什么？不随那个所缘境去起这个淫欲心或者贪嗔这些嗔恚的心啊，这些种种的烦恼啊。不管你是修不净观或净观也好啦，都一样。你就是在修净观不净观的过程当中，因为八圣处只有到四禅嘛，有没有？
前四个是不净观，后四个是净观嘛。那你在修净观不净观的时候一样，不随那个所缘的不净或者所缘的净，你都要能够不随啦，不随着它起这些烦恼，种种的烦恼了，这才叫胜处。577页，胜是不净中尽颠倒等诸烦恼贼故吗？所以胜就是要超胜啊，就是要超越过啊，超越那些烦恼啊，烦，他把它形容做贼嘛。所以我们看世间都是要怎么样？我要胜过谁？我要胜过谁？我这个团体要胜过那个团体，还是怎么样？都是在做一种比较啊。但是这边要比较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降服我们的烦恼，是不是更加重要？而且在世间当中，你要胜过谁？那当中，你看看，有时候就会跟烦恼相应啊，是不是经常会这样？人比人气死人啊，是不是？比来比去，所以佛法最重点就是内明啊，就是莫向外求，一切就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状态啊。有没有降服自己的烦恼？你没有降服自己的烦恼，你去超越别人呢？那可能在超越的当中，你又要起新的烦恼，也不一定啊。超胜别人不是不行啊，但是应该是以这个胜过烦恼贼为优先啊，为前提。好，观行的方便，可是在这个世间好像不比较，好像很有时候也是不得不嘛，不得不比较，不得不计较。就是说，在比较计较当中，怎么让自己更加没有烦恼比较重要了。不要在计较比较当中又衍生一大堆的烦恼出来，那就没有必要了。好，问曰：行者云何内色想，外观色？内有色想，有没有前面两个片处不就内有色想，观外色，是不是？观外色少或观外色多嘛，只是这样子区别而已。好，答曰：是八圣处深入定心，调柔者可得。就是说心定，那你修定到一个程度，你的身心要能够调柔啦，这是一个重点哦，要调柔。好，行者或时见内身不净，也见外色的不净，有没有？内有色相。那观外色嘛，内有色相，观外色。那么不净观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三身，我们本身啊，我们这个臭皮囊就是有36物嘛，种种不净。那第二种，去除掉这些比较不清净的，
那只有去观白骨如珂如雪，这个是不净中的净啊。36悟等观是名丑，如珂如雪的白骨观就叫好啊，就相对的好跟丑啊，这也是相对的。好，接着讲第三跟第四生处。所以，他如果说不净观有恶的话，那白骨观也是一种不净观呐、也是一种不净观。但是，它也可以，它也可以归类在净观嘛？有没有？那个八解脱的第三解脱，八生处，对。是啊，不是八生处的话，它应该是后面四个生处，不就是净观吗？有没有？前四个不净，那后四个是净。但是你如果是照论祖这样子讲，不是总的都是不净的吗？是不是整个就是不净？有没有？你纵使白骨观成清净，像雪一样的清净，那也是在不净观的范畴里面吗？范围里面吗？它只是相对的啦，它只是相对的净，不是真正的不净啊，不是真正的净啊，真正的净应该是断烦恼、得解脱，才算真正的净嘛，是不是？那这只是相对的不净，所以还是要分别一下哦。好。那么接着就是第三跟第四个胜处，行者内外观就观内观外，心散乱难入禅，除自生相但观外色，有没有？从第三个胜处开始就是内无色想了，那就观外色嘛，如阿毗昙这些都有提到，行者以得解观。那个脱要去掉，脚注56那个脱要去掉嘛？以得解观就是假想观啦、见是生死，实已举出种间，若火烧若虫啮，皆已灭尽。是时但见虫火，不见生。有没有？这个叫内无色相，观外色少或观外色多嘛？那多少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行者如教授观，身是古人，观这个，因为观外色了嘛，所以这个身也是外身嘛，外在的这个实体啊，这个古人，若心外散，环摄古人这个所缘境当中。何以故？是人出习行，未能观系缘故，是名少摄。那么，观道转生增长，以这个一古人遍观阎浮提，皆是古人，就是不只是只有一个古人，还要全部都是，所有的都是古人，只要是人都观成古人。这个叫多，凡夫色念观一古人，不生淫欲嗔恚的烦恼，以是故名甚知甚见。这样了解吗？
他这个多少的定义，就是少的话就是一个一位古人呐、啊，那多的话就是哇，都全部都是古人，就不止一位，所见的一切人都是古人，这个叫多。那么要达到甚知、甚见的话，那你必须要怎么样？不升起这个三毒烦恼啊，不升起这些种种的烦恼。好，解释甚处，复是随意五欲男女相，或者境界相能甚故。五欲当中，有时候，会有我们所执着的男相、女相，或者我们所执着的清净的相嘛。那你能够超越，叫做甚处。譬如见人乘马及贼能破，是名为甚；又能自御其马，是名为也是叫做甚。行者亦如是，能自于不净观中，少能多，多能少，他能够运用自如啦，这也叫甚处。亦能破无欲贼，所以也叫甚处嘛。所以乘马，你就要对一下哦。乘马怎么样去击贼，能够破这个贼，就是等于是破无欲贼嘛，有吗？他那个破无欲贼，就对应前面那个乘马去击破那个贼呀、啊。那么去驾驭。去控制、去驾驭那个马叫做甚，那就配合这边的少能多，多能少啦，这样了解吗？就是说，我们一样是运用这种定的法门，但是在运用当中，你要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就要也要能观少。也要能观多嘛，有没有？有的只能观少，不能观多。那有些就可以，由少到多这样子。好，我们把这一段讲完，578页，好，做一个总结。内。未能坏身，外观色若多若少，有没有？观外色少，观外色多嘛，或者好或丑，那当然就是内未能坏，就是内有色想嘛。所以内有色想，那是第一、第二生处。那接着内坏，内坏身无色相，就是。已经内无色想了，这是第三、第四，观外色若多或者少或者好或者丑，就是第三、第四生处嘛。那么后面四生处，这个下一堂课再继续啊，先休息一下。好，578页，阿拉伯数字二，后面四种生处。就五六七八嘛，色心深入定中，坏内生，观外境，观外在的这个清净色嘛，原清就清色，黄赤白，白色等这些，就是叫做后面四种深处。问曰：是后四深处？识一切处中清等是处有什么差异呢？一样是看那个表，一样是对应过去嘛，有吗？八圣处的后面四个不就是对应那个十遍处的，五六七八吗？有没有？因为青黄赤白就对应青黄赤白遍处嘛。
那又有什么一样呢？又有什么差别？一个叫片处，一个叫胜处，但是同样都是观青黄赤白呀。答曰：清一切处，能普缘一切令清。是胜处，若多若少，随意观，不令一心夺。观胜是缘，是名胜处。就是说，一切处或者片处的话，它是普缘一切啦。啊，就是心念所及的那个一切法，那就是都变成清。心念所及的一切，也可以变为黄这样子。但是胜处的话，它就是没办法周遍，它只能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啦。就是说，他们重点不一样啊。一切处的重点是在扩大，扩大到最大，就是一切嘛，周遍一切。但是胜处的重点是在不随所缘呐，胜超胜这个所缘呐，但要超越它。就是借由这个所缘境，来降伏这个三毒的烦恼啊！所以胜处就是跟这个片处的比劲的一个区别。譬如转轮圣王片胜四天下，阎浮提王只是胜一天下，只是这样。转轮圣王跟阎浮提王啊，一个是能够怎么样周遍四天下，一个是只有一个天下嘛。阎浮提王就是南阎浮提嘛，但是转轮圣王不止南阎浮提，还有犀牛、鄂州。北去泸州、东胜神州嘛，这些四个天下，这样。所以一个世界是一个小世界，怎么算？以须弥山为中心，有没有？那外围有七山七海，有没有？有七重山，有七重海，这样子。然后一个日月啦，一个日月所照临的地方，那应该就是一个四天下嘛，一个小世界。然后1000个小世界叫中间世界。1000个中间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有1000个中间世界，但是那个中间世界又是1000个小世界，有没有？所以1000再乘以1000，再乘一千。三个一千啊，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啦。只是说那个大千世界它有三个千呐，三个千的世界这样子。好，一切处呢，普遍缘一切胜一切缘嘛。胜处但观少摄能胜，不能遍一切缘。所以这样子就不就是遍处，它能够超胜的、能够超越的范围是不是更广？比那个胜处的那个超胜的范围，那是更加的广
广阔嘛。好，如是等略说八圣处，底下就讲十片处、十一切处。十一切处者，第五种定法的八倍舍，第六种定法的八圣处，现在讲第七种变法嘛。就是说，在八倍舍跟八圣处当中，就有提到十片处了。以此片满缘故，名一切处，因为它能够周遍这个所缘境嘛，所以叫一切处。一切的所缘，就是说它清也好，或者黄，或者地也好，或者水，它都能够周遍一切啦。观地，那地全部都是地，那观水全部都是水，一切的一切都是水。所以这就是一种假想观嘛。好，问曰：何以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不明一切处呢？有没有那个599页那张表？一切处就它就不包括那个事无设定的后面两个嘛？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无想处定这两处。好，论主答曰：是得解之心，安稳快乐，广大无量，无边虚空处，是佛所说。就是说，那个空片处有没有？空片处对应的不就是空无边处定？那这是假想观啊。那你修空片处的话，那空就是片一切处了。这个虚空的那个空，就是设法以外的那个东西啊，就是扣掉设法，就叫空啊。相对于设法。但就有一个空间嘛，有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教室里面有种种的这些，桌子、椅子啦、麦克风，那扣掉这些眼见的这些东西，那剩下的就是那个空间啦，虚空那个空间，色法之外的那些空间，这样子的空可以骗一切处。所以你修空无边处，就是空片处的话啦，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就是没有色了啦。本来我们这边有这么多东西，是眼所见的，是不是有这些东西？但是你假设修空变处的时候，这全部都变为空了，全被观想为空，就无色了嘛，空就无色啊，没有这个色法，这样子，所以叫得解观、圣解观。好，事无边处，就是四片处嘛，最后一个片处，一切处中皆有事。能快速的圆一切法，一切法中皆见有事，但它就不是空了哦。它如果是进一步到事的话，连空都没有，就只剩下事，就更进一步了，连空空间的空那个空也没有了，只有事，事是这个事骗一切了。地水火风空四的那个四，四大意识的四嘛，这个四。好，无所有中无物可广，亦不得快乐，佛亦不说是无所有无量无边。
然后就无所有了，你要骗什么？你再怎么招骗还是无所有嘛，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用空间的空来周遍嘛，或者用那个意识的事来周遍啊，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修，就说十遍处就没有这个无所有遍处嘛。好，579页，非有想非无想处，心比较钝，因为他的定太强了，慧太弱了，难得取向令广大嘛。是不是？因为你取向的话要有观的智慧嘛，那取向都有困难的，那你怎么周遍广大呢？所以也没有对应的这个非想非非想片处这样子。好，就缘境来分别，复次，虚空处尽色界，又能缘色，有没有？那个色界再上去就是空无边处嘛，空无边处定，所以是不是最接近色界的？那也可以圆这个色法，就是说，虽然空无边处定对空遍处跟四遍处对应的都是无色界嘛，但是它所圆的却是色法的那个空，还有心法的那个事，这样子。四处能圆，圆色，又四处能起，超入第四禅，就超越定嘛。第四禅起，超入四无边处。就是说他他可以这样子由四禅入这个就是由前面的那个八遍处入后面两种遍处啦，那不就是色界跟无色界这样子。有没有？就是可以从这边起，然后就可以，比如说空遍处也可以入到四禅，那四禅也可以入到空遍处了。它可以这样子来，由色界到无色界，或者由无色界到色界。那么无所有处跟非想非未想处就比较离色界就比较远的啦，所以没有色法的因缘就没有片处，所以空片处跟四片处就是四无色的前两个嘛，就是那就离色界就比较近，那另外两个就离色界就比较远的。从这边来看呢，从所缘的近来看，好，法门分别八倍舍、八善处，还有十一切处的法门分别，是三种法。三种定法都是行德啦，都是要修才会得啦，行德就是修德啦，不是报德哦。这三种定法是要修的，不是报德的。好，那么有漏还是无漏呢？八善处还有十一切处是有漏，初三倍舍、第七、第八也是有漏，
为什么是有漏？你说那个片处的话，它有到四禅呢，也有到无色界，是无色界的前两个啊。照理说还是在七义定的范围嘛，是不是？是在七义定的范围内，应该也有可能无漏啊。但是因为是圣解观呐、啊，这样了解吗？就是说，你虽然是在那个七定的那个范围内，啊、哦，初禅到四禅，或者前三个四无色定，但是因为你修的是圣解观，所以是有漏啦，这样了解吗？你要修真实观才会无漏嘛。那么初三昧舍，就前面三个就不净观跟净观，那也是有漏，因为也是假想观嘛。那么第七、第八昧舍就是有没有非想不非想处解脱跟灭受想解脱也是有漏。那照理说，第八昧舍是灭受想，它相对应的不是九次第定的最后最高的灭受想定，它怎么会变成有漏？照理说，灭受想定只有圣人才能够达到的定啊，那为什么相对过来，那灭受想解脱或者灭受想昧舍就是有漏呢？因为他不是依着灭尽定来断烦恼的啦，所以他就归在有漏这边啦。这样了解吗？就是说他是透过假想观，他虽然对应灭尽定，但是他的本质就是假想观嘛，所以只要是假想观就是有漏啦。这样了解吗？他这边就是圣解观或者假想观就有漏，那其他的就是有可能是有漏或有可能无漏。那无漏的话，一定是需要由假想观转为真实观吗？那有漏就是虽然你修真实观，但是还没有发无漏慧，那当然是有漏啊。这样了解哦，就是前三昧舍，还有第七、第八昧舍，扣掉，那不就是四五六昧舍？那四五六昧舍的话，那也是在七义定当中嘛，有没有？是七义定当中，那。有可能是有漏，有可能是无漏。就是说，只要是假想观的话啦，你前提是假想观，那一定是有漏。那假设是真实观，你由假想观转为真实观，然后又在七义定的范围内，那就叫无漏，有可能是无漏。好，就色谛分别。它是在哪一地啊？不是有九地吗？初二被舍有没有？那就落在初禅跟二禅嘛。初四圣处也是落在初禅二禅，这样子，初禅二禅中圣，进被舍就是第三个被舍，还有后面四个圣处。还有十一切处的前八个，那都是四禅嘛，这没问题。那对照一下599页的表就很清楚了。好，580页，两种一切处，那就是空片处，就是空处色嘛。四片处，那当然就是四处色嘛。有没有？
空遍处，当然是对应空无边处定，那四遍处就对应四无边处定嘛。所以一个空处所生，一个四处所生。好，就缘境来分别，前三个被舍，还有八圣处全部，还有十遍处的前八个，那么皆缘欲界的色啦。因为这些都是在四禅的范围内嘛，那四禅就是缘欲界的色法，就是缘欲界的色法能够达到这个四禅的一个禅定境界，或者是达到这个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的那个定啊。后世被舍，那就是五六七八，是缘无色界及无漏法诸妙功德，在根本中若无色根本，不缘下地故。后面前三接着啦，后面四个被舍，接着前三的后面四个被舍，那不就是无色定吗？那当然是缘无色界嘛，那也有可能是缘无漏法。那么在根本定当中，无色根本不缘下地，无色它就不缘下地。这个在角注七十七《大智度论书》就解释了，言后世被舍者，引言后三被舍，习言其四，此三无色缘自地及上地并无漏，今先明灭受想，后明非想，不顺长途次第，莫知所由，非想不缘上帝，故与前三无色别说。这个好像不太好理解啊，无色根本不离下地的缘故。就是说因为有没有空无边处，它是圆的是空嘛，是不是？事无边处圆的是事。那这个空跟事，空跟事，这六大当中的这两个嘛，它可以作为所缘啊，可以作为所缘，可以作为所缘境。那你借由观这个所缘境达到的，就是空无边处解脱跟事无边处解脱嘛。那对应四禅八定，那就对应空无边处定跟事无边处定，有没有？但是你到达这个解脱，或者到达这个事无色定的时候，它就不缘下界的下地了。下地那就当指色界或者欲界嘛，它只能缘无色界了，只能无色界，只能缘无色界。但是它在假想观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也是有色法，有没有？是不是也是有色法？地水火风，青黄赤白，
哦，金刚四白这个都是色法嘛，那他怎么不缘下地啊？这一段就不太清楚，不缘下。对呀，你看慧眼大师就说，他这样子也。哦，对，他这边有稍微提到，导师的笔记是这样笔记的啊，无色根本不缘下地，就是照这个一字不漏这样子做笔记下来嘛。但是他这边还有一个注解说，此处的后四辈者，指的是第四到第七，四五六七就四无色定嘛，就是四无色处嘛，有没有？它不是后面四个五六七八哦，它是四五六七哦。那接着才讨论到灭受想定，那这个就是这些心心说法都没有，就没有办法去圆这些心心说法，非心心说法故无缘，因为灭受想。就是灭掉受心所想心所等等的心所法了，那他就当然就没有那个能源的心嘛。无缘，这好像有点奇怪哦。他这个无缘指的是什么？你不可能完全无心嘛。无心定、无想定也是算是一种无心定。好，这个我们稍微存疑一下，为什么无非心心所法故无缘呢？非有想、非无想处被舍，最后一个被舍嘛？哦，不是，第七个被舍。但缘无色的是蕴，还有无漏法。他就不没有办法圆这个色法，但圆。可是假想观他怎么会圆无漏呢？有没有？非想不会想出被舍也一样，是假想观嘛？是不是？整个全部的八倍舍都是假想观啊？它怎么属于无漏呢？可以去圆无漏，因为它也没有到七定里面啊，有没有？是不是？它对应过来的不是非想非想处定，它不在七定里面，怎么有可能是无漏？这个也有点奇怪啊、哦。这个也可以先存疑起，存疑啊。先打一个问号，缘尽的这个部分，那个除了第一行之外，第一行比较肯定嘛，缘欲界的色这个没问题啊。那为什么无色根本不缘下地，或者非心心所法无缘，或者是非想第七个。被舍为什么是缘无色的世蕴？因为它没有色法，那就只有受想行识那世蕴嘛。这个应该可以，但是它为什么是属于无漏呢？可以缘无漏，就有点奇怪哦。还是说间接啦？它就是刚开始是假想观。但是到一个程度，它转为真实观就有可能了。就是说，虽然它没有在七定当中，
没有在七一定当中，那怎么去发无漏慧啊？这个就有点奇怪。好，接着最后一种定法，八种定法最后一个叫九次第定。九次第定者，从初禅，心就是定嘛，从初禅定起定，次第入第二禅，不吝于心得入，若善若垢，如是乃至灭尽定。就是说，九次第定，它就是依着这次第来啦，先初禅，接着二禅，接着三禅，接着四禅，接着空无边处定，接着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有想处定，最后才是灭受想定、灭尽定嘛。问曰：愚者亦有次第，何以但称求次第定呢？你那个九次第，你讲说八解脱也是有一个次第啊，先是内有色想，观外色，接着内无色想，观外色啊，也是有，先修不净观，再修净观嘛，也是有这样子次第啊。论主怎么回答？于功德皆有一心兼生，就是还有其他的心念夹杂进来啦。故非次第，此中身心智慧力，就智慧比较猛力，比较属于力根的啦。行者自是其心，从一禅心起就定起，次入二禅不令意念入，于此功德心柔软，善断法碍故，能心心相持，就是照次第来啊。一心接着一心，那你看是要从初禅一直到往上到灭受想定，还是由灭受想定往下到初禅，都可以照着这个次第来，就是往上。就往上的次第，往下也是照往下的次第这样来啦。那不离开次第，是次第。好，现在分别到底是漏还是无漏？这样子的次第二，就是第八跟第九的灭，是属于有漏吗？因为九次第定的第八跟第九，不就是非想非想处定跟灭受想定？他把它归在无漏，灭受想定，照理说圣者所修的灭受想定，怎么会是有漏？七或有漏，就另外七个了，扣掉后面两个，九次第定扣掉后面两个，不就前面七个？那当然有可能有可能无漏啊，有可能有漏这样子。禅中间，因为那个圣解观好像没有提到九次第定嘛，没有提到九次第定。好，所以第九为什么是无漏有漏呢？他把它归在有漏，有没有？好，不利未到地定，还有中间禅的理由。禅中间就是初禅跟二禅之间啊，或者二禅跟三禅之间，或者三禅跟四禅之间，这个叫禅中间嘛。乃至初禅之前的未到地定，它这样子的定是不牢固的啦，不坚固的，
又是圣人所得，那圣人所得当然是最后一个灭受想定嘛。又此大功德不在边际的定，比如说未到地定，那是属于边际的定嘛，有没有？所以这样子就不称作次第定，就是说这个九次第定没有包括禅中间的那个定，还有未到地定啊，这样子。好，最后做一个总结：八倍舍、八善处、十遍处，这样比较好记啦。还有九次谛定，声闻法中略说，这个在孔子探究的第一章，阿含的空，第十节还是第十一节，它里面就提到。提到哪一个部分，哪一个主题？第十节主要讲的就是圣解观跟真实观呐、啊。那其他像《大毗婆沙论》啊等等，也都有提到。好，那接着就是九相或者九想啊，就是这八类的里面的第三类啦。第一类，我就是37道品吗？第二类不就是那八种定法？要不要复习一下？有没有533页？有没有533页的角注一？那个。大品般若经不是讲吗？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不生故，应具足以下，那就这些啦，啊，这些经文都有提到，就有八大类。第一大类就是37道品嘛，第二大类有八种定法嘛，空三昧啊等等。那第三大类就是九相，啊，一直到第八大类三根。这样子，好。那九相或者九想，都两个可以互通啊。九相就是障的相，或者障的想，坏相、血涂相、聋烂相、亲相、虫蛋的相，还有散坏的相，还有骨相或者骨散的相。或者烧像，就是那个尸体变化的一个过程啊，可以这样去观想。先是讲声闻的九想，再讲大圣的九想，大圣的九想在587页啊，587页是大圣的九想。先讲声闻的九相。问曰：应当先习九相和九想离欲，然后得诸禅。何以故？诸禅定后方说九相。答曰：先说果报，令行者心乐。九相虽是不净，人贪其果报，故必习行。意思就是说，这个。前面那八种定法呢，可以看作果报啦，禅定的果报。那你入了这个禅定，那不管你是用八解脱或者八倍舍那，或者八圣处也好，十遍处也好，你就是可以入这个禅定啦。那入了这个禅定，那当然心就会感受到喜乐嘛。那这个怎么来？你怎么入这个禅定？就是透过九想这个不净观，这是一种方式啦。所以，
一般人就比较会去贪着这个果报嘛，所以有这么好的果报，那当然就要修九想嘛。好，我们再把这一段看完好了。行者缘何观是藏等九事呢？答曰：行者先持戒清净，令心不悔，亦受九想的观法，能破淫欲诸烦恼者，也是一样啊。最终是要破这个三毒的烦恼嘛。观人初始之日，持觉言语，习出不返，安乎已死，家人惊痛，嚎哭，呼天。言说方耳，烟变那去，气灭，身冷无所觉事，此为大畏，无人可免。譬如洁净火烧，无有人能够避免啊，能够脱离啊，就是说，死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只是有些早，有些晚一点这样子啦，没有不死的啦。哦，所以这边就说，死至无贫富，无勤修三恶，无富亦无贱，老少无能免。就是说，死的话，他不会分你是贫穷还是富贵啦。不会分你是善还是恶，不会分你贵还是贱，不分你好老跟少，都没办法避免死这件事。无其情可救，亦无其狂可离。就是说，你怎么去求都没办法，或者你用欺骗的手段也不免一死啊，或者你要对抗他，跟他。格斗或者抗拒的话，那也没办法，一切无免处，都没有能够免除死亡，找不到免除死亡的方法了。死法名为永离恩爱之处，一切有生之所悟者，虽胜悟之无得脱者，我生不久，必当如是。同于木石，无所别之。我今不因贪着无欲，不觉死志，同于牛羊。牛羊禽兽，虽见死者跳腾小吼，不自觉悟。我既得人身，是别好走，当求甘露不死之法。就是说，既然每个人都死，但是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不死？就是只要入了涅槃，断烦恼，就入涅槃，就解脱，就不死了。哦，底下的计算，我们下次再继续哦。好，今天有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起回向。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不道。